李经理你好，我没有想过上洞暨南那边有那么多漂亮的花田。对，这里确实是漂亮。那这边的花是薰衣草吗？是。那个品种是什么？这个品种是挺稀有的，和法国的不一样。那我还有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花，那其实这里有多少个品种的花？品种我真的没法计算了。你看这边是大片的薰衣草，这边就是格桑花。格桑花呢，你不用去中国的西藏了，在香草园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格桑花。薰衣草跟格桑花那个花期是多少？它们是花期都挺长的，就是从五月份一直到十一月份。那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呢。哇，这个花田呢真的好靓啊，除了有薰衣草之外啦，咁仲有千日红、向日葵，几种唔同颜色嘅花都有啊。后面仲有一啲嘅欧洲式嘅教堂，甚至系风车屋做背景，真系咧每影一张相出嚟都好似 poster 咁靓啊。